上嚟咧，棉花風波啊，都仲有一陣子嘅攪作落去嘅。呢一次抵制新疆棉花嘅風波咧，源於一個叫做 BCI 嘅組織。呢、這個組織嘅全名咧就係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（Better Cotton Initiative），簡稱 BCI。BCI 係一個咩嚟嘅咧？佢係一個非牟利性嘅。 多利益方嘅共同管理組織，個組織咧就係制定一啲可持續嘅發展標準，同埋對符合標準嘅棉花農場進行認證嘅。佢目的咧就係喺全球二十一個國家同地區啊，去推廣一個叫做更好嘅棉花種植標準同埋行動。BCI 係好具規模嘅組織嚟㗎。 直至到二零一九年底呢，B C I 系拥有超过呢差唔多有一千八百个正式嘅成员，其中包括有一百六十八个呢系零售商同品牌嘅成员，有一千五百八十五个咧供应商同埋制造商成员，有三十个生产组织成员，四十二个民间协会成员。 同埋十七個準成員，成件事一發生咧，可以話係由二零二零年嘅九月二十二號開始，美國國會啊通過咗防止強迫違吾以勞動法開始嘅 B C I 就批評新疆啊係有強迫勞動嘅情況，跟住咧就有呢個抵制新疆棉花嘅倡議啦，要求啲成員咧停止使用新疆嘅棉花。 好多個國際著名品牌咧都有響應嘅，就係因為咁，內地當局咧就開始翻舊帳啦，發起咗一個都非常之明顯啊，係由國家主導嘅社交媒體行動，網民啊抵制曾經表示過唔用新疆棉花嘅國際品牌咯，好多嘅嗱有啊，我哋都提及過嘅啦，H&M 啊、H、M, Nike 啊、Adidas 啊等等啦嚇，但係有趣咧就係、是。 同樣都係屬於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（BCI） 會員嘅 LVMH，旗下係好多富豪啊，都好中意佢嘅嗰啲品牌嘅，包括有 LV 啦、Dior 啦、Bulgari 啦、c e l i n e 啦等等，都冇被抵制到。嗱，呢一個呢嚟自法國嘅 LVMH 呢佢二零一七年啊已經係 BCI 嘅會員嚟噶啦。如果根據嚇內地網民嘅， 逻辑咧嚇，LVMH 旗下嘅所有奢侈品品牌咧，理應係受到中國民眾抵制嘅，但個情況又唔係咁。有好多人咧就走咗出嚟，係為呢一個嚇奢侈品牌護航嘅。佢哋有一個説法嘅，所以我話咧，共產黨最緊要係揾到一個説法。呢、這個説法係乜嘢呢？嗱、那，個説法就係 LVMH 冇發表過聲明。 咁就唔使抵制佢啦。內地嘅網民咧就話，參與 BCI 同發表聲明，佢用新疆棉花係兩件事嚟嘅。參加 BCI 好正常嘅，正常個不過，畢竟佢都係一開始咧都冇佢用新疆棉花嘅聲明。但係淨係參與 BCI 同埋主動發起呢個聲明嘅咧，係不可同日而遇嘅。 所以咧，大家就唔應該抵制呢個嚇，BCI 全部嘅企業會員啊。但係嗰啲品牌單獨發言抵制新疆棉嘅咧，絕不可以原諒。仲有啲網民啊，忽然間咧就曉二大二咁話，咁樣嘅抵制最受影響係咩人啊？係我哋啲老百姓啊，抵制到最後受苦嘅咧，啊就係低層嘅員工。 底层嘅群众，啲名牌铺头闩晒门，嗰啲店铺员工点啊？工厂点啊？纺织厂工人点啊？真系受到影响噶。我哋嘅国家呢，的确系已经富起嚟噶。唔讲，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啊。中国啊，喺全球，啊，系全世界啊，哈，奢侈品最大嘅市场嚟噶。难怪习主席话我哋已经脱贫啦。 淨係舊年嘅銷售額啊，已經係接近幾多錢啊？三千五百億嘅人民幣啊，即係等於四千一百七十億嘅港元啊！即使你不斷係咁加價呢啲名牌呢內地嗰啲名店呢，都係好長好長嘅人龍排隊嘅。以前呢，嚇，仲能夠通關嗰陣啊，嚟到香港嘅內地客都係㗎，將呢啲名牌店啦。 系逼到係水泄不通嘅，啊真系有趣嚇、啊！我哋呢個中城嘅廢物啊，唔係有人叫佢中城嘅廢物啫嚇，唔係唔係廢物。新聞黨嘅李子敬咧都有出動喎，佢嘅同埋潘國生，其他公民力量嘅成員咧，去咗呢一個尖沙咀中港城 H M V 嘅辦公事處嗰度遞交請願請願信咁話嘅，就批評 H M 呢抹黑中國人權啦、啊。 要求 H&M 公开道歉啦，不过封信就冇人理佢，所以佢唯有放喺门口，好无聊啫，做啲咁嘅嘢。你子敬几恶啊，义正言辞咁斥责啲外国企业呢一个盲从相关嘅抵制行动啊，即斥佢哋啊呢啲咁嘅行为啊，系污名化我哋嘅国家，喺度污名化新疆，要呢个 H&M 啊，你唔好再明文不领啊，你尽快公开道歉。 同埋撤回相關嘅聲明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唔日內撤回呢啲聲明咧，我哋停止使用呢個品牌。第一個超搞笑嘅位咧就係、是、潘國山俾啲記者影到佢咧，佢着住嗰對係 Nike 波鞋嚟㗎，佢即刻咧唔知點應對啦。佢话、呃呃呃、我哋再研究一下如果呢啲品牌仲係惡意咁抹黑中國㗎啦、呃呃，我我我我哋梗係停停停停止用呢啲品牌啦

小心好多叻好多啦！日前佢誒話自己停用，但系就唔會銷毀，俾呢個共青團點名要抵制嘅 Burberry 嘅。佢咧就叻咗咩咧？佢揀咗一對咧啱嘅波鞋去接受訪問，唔知係咪擔心俾人誤會啊？喺 Facebook 嗰度咧，跟住就出咗個 post 嘅，話話我,我自己着呢對係 f i l a 嚟嘅，唔係 Adidas 嚟嘅嚇。 之后咧就有网民啊留言话：叶太你点解唔着李宁牌运动鞋啊？叶太啊回应得正嘅，佢话李宁牌喺香港嘅零售点比较少啊嘛，系咪啊？少点卖啫吓。有啲网友咧即刻啊谴责佢啊，外国系冇借口嘅，你一啲心思都冇，香港有几大啊？咁样点对得起国家先？<laughs>

咁救護人員幫你打開外衣，幫助你呼吸。我發現你著咗被抵制嘅內衣。哎呀，就算佢唔死得，都尷尬死啦，係咪先？志雲頻道，你 subscribe 咗未啦？